大家好，我是英子。大家好，我德哥。今天师傅不要直播，休息一天，然后我们就没事干，我们去阿牛哥牛场里面看看他牛养了多少头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，走。走。我买点东西去阿牛哥那里，现在也不知道买什么，我先看一下，看一下牛奶。小孩子一般都喜欢吃各种阿姆斯，拿像这种的。再买点水果。点苹果，去他家送点苹果，平平安安。再给你妈妈一下。好，走了，上车了。我到了阿牛哥这里了，阿牛哥等一下带我去看看他们家养了多少头牛。阿牛哥，哎，英子，你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还来着来，哎呀，西瓜都准备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家里先坐一下，好，先坐一下，好的，辛苦，这么大热天的，开始吃西瓜了，哎，等一下我们去看。好，先吃西瓜，先吃西瓜。好的，先坐一下，先凉，现在好热，休息吧。我们俩同时来。我是想去看看阿牛哥养了多少头牛，你是想看老婆？是先你去还是我去先看牛？随便。随便啊。你去一个月，你先去一个月。那我们先吃完西瓜，我们先去看牛，让阿牛哥跟你联系一下。饿了。啊。我们来到阿牛哥这里看牛的地方，我们出去转一转，好不好？啊。好，走，去转一下，他的牛看看有多大一头。哎，拉拉。啊。你看那个牛粪上都还长了鲜花。真的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没错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接受，你看花都要滋润是吧 ？Nice， 挺好的，走，我们走吧。阿牛哥，哎，英子啊，今天终于来参观你的牛场了啊！可以，是，可以看看，给你看一下多少。阿牛哥，哎，现在的牛真享受啊！是，你看设备那么好，还有风扇，大风扇吹。冷风机，这个冷风机，它是这夏天有点热，给它冷风机安排到位，安排上。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这边的牛都是杠杠的。过来看一下，会舔吗？来，他不敢舔，我也不敢摸了。走吧。那边还好几间，我们参观完了，要不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